也是 hip hop 对吧？对，我平时是一个 hip hop battle freestyle， 但是哇，你看着我想哭。你好帅，对不起。啊，嗯。然后我今天带来是一个跟我平时不一样的作品，我现在情绪有点激动。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进行 battle， 任何舞种都可以。不行，我的力气比较发达。什么？我的泪腺比较发达，然后任何舞种也可以，你想干的话。好，加油。愿我如烟，愿我万里游兰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端庄，扬我眉眼，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是深度我情真。要补一下妆，你擦到我旁边了。对不起。谢谢。我勾勒江山会比妈妈妈妈来不能够的我刀枪在我手中我我觉得对于瘦的人呢，你在如果没有很有力量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衣服的加持，就像我啊，可以穿得宽松一点，砰就会抖起来啊。谢谢。谢谢。今天王一博说你是他最喜欢的男人。最喜欢啥？最喜欢的男人就是B-boy，就是小鸡。他今天这么说了吗？鸡哥，人称火爆哥，霹雳独居。大家好，我是 AC。来广西柳州，我也喜欢吃螺蛳粉。我的风格吗？独特、细节、层次、音乐，刚中带柔，柔中带骚，骚里面还有一把刀。如果你想要看到更犀利的小鸡，那就让我多活两集。Don't say so much。我在今天要来海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什么样子才是感觉是我最想要的。本来是要跳作品，但是到场下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了舞台后面不是有那柱子吗？我就想着，我今天不是来跳作品，也不是来过海选的，我今天就是来给你表演的，我演一出戏给你看。What's up？ 霹雳毒鸡 ，A.K.A 火爆。如果你选我的话，我给你战队塞满火药。Don't say so much。你嚼槟榔没事吗？还吐掉。好，音乐。Hi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interview James Brown. Stop, stop, stop talking all that jazz.
风格。太棒了，太棒了！干嘛？现在什么地方？你来干嘛？你来干嘛？没有，只是看一下。啊、嗯，只是看一下。只是看一下。对，只是看一下。想好奇你还好吗？啊，我很好，你好吗？好，继续。我是我的话，肯定给。别走啊！啊？不要说不给啊！你想去那边啊？没有，我都说我要塞满火药了，你忘记了？就先不说招，就是太会玩音乐了。然后就是那个点，我会很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气氛。哦，当然要给了。啊？你去那边还是去我这边啊？我把你打那边哦，这样，看我们赢定了，有我太强了，东北风啊！我觉得像小鸡这种 B boy 就很少，太会想了。我觉得也可能他是 freestyle 的，你像那些现场的场所啊，可能在编排这段舞之前，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招，但是我觉得够了。小鸡，叫你呢，啊？Don't say so much， 一会儿见。等一下，中间靠我来，非常厉害。对象。Last one.